别看他豪爽，但是他还是个很细腻的人。过年过节他都会打电话问候我。那我接着就猜二号吧。二号，好，第一个问题。哦，还是问您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男生，又是男生。哎呀，对呀，你这男人缘不错呀。必须啊。您是歌唱演员还是影视演员呢？歌唱演员。歌唱演员，您是哪里出道的呢？北京。跟我想的不一样。咱们有共同的这个业余爱好吗？没有。我们是不是认识很多年，几乎是啊，这样问吧，我们是不是一代歌手？是这个意思？啊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几乎是啊，一起开始这个出道的。比你早点。哦，比我还早点呢。比你还早点。你认识我的家人吗？我们一起见过面吗？见过你女儿，蔡国庆。蔡国庆，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！哎呀，欢迎毛炫福老师！哎呀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！哎呀，抱歉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，不得呀，又见面了！光往流行唱法上想了，你说我这局限了我的。哎，你别说，你长得还真有点像蔡国庆。您二位认识是在哪里啊？我们老演出啊。对，你们是一个团吗？以前现在是一个团。原来呢？从东方调到我们团的嘛。后来是，但在来我们团之前，我们已经有经常的一块的一块演出，电视台录像啊，或者外面演出啊，经常的。对，嗯。